各位会员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上拼经济 ABC 第三堂。第一堂我们介绍字母怎么发音才标准，第二堂是给大家介绍比较难比较简单的国人可以发音，那这是第三集，也就是比较难国人比较难发出来的，其实也都不难，然后让我简单的告诉你 OK， 这个念 A OK， 它呢不像是这个像 E 的这个像 I need you keep it， 那 keep 就是保留 I need 哦，这个上次有提到 need 或是 keep 哦，这个都是 E， 就是我们 E 无语的 E， 这个是 A， 这个 A 呢其实不是长短的区别，A 是舌头的位置比较低一点，所以你呢要发 E 的时候就会顶到舌头，会比较顶到上颚，那如果这是牙齿嘛，你舌头会比较顶到上面，这个呢就是感觉放的比较烂一点，就是放的比较下面 A、OK， 譬如说Mix 就是像摇珍珠奶茶 Mix， 或者是It's a mix， 就是这是两个混在一起的东西。It's a mix， 也可以这样讲，哦 ，OK， 就 mix。那么第二个字的话 ，tea cake，cake，OK，、okay， 不是 kick， 是 cake， 所以舌头位置比较低一些。Mix cake， 那么再来就是我们杀来杀去啊，那个 kill。杀 kill 不是 kill 是 kill，OK，、okay？ 舌头放比较低 kill。然后呢，哦，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那个就是有一个女生乌玛苏曼嘛，就是好像拍了两三集嘛哈，然后就是她就是杀那个比尔，有没有？就是 kill Bill，kill Bill， 它是一个电影的那个 kill Bill， 都是 A 啊。那再给大家。举一个最后的例子是，生病 ，sick， good， 现在过敏可能也是算生病了。最近我们台湾有800万人过敏，那过敏的话也是，是不是 I'm sick，OK，、okay？ 那个 egg 也不是 sick， 是 sick， 所以是比较放在下面啊，比较接近 ，OK。那么第二个是。哎，其实这个发这个不难发，可是很多人发的不好哈、哦。譬如说这个字 bad， OK， 这个比较接，这个不要发出 e， 你就发那个 a 跟 a 中间就是 bad， OK， I'm going to bed， 那个 bed， OK， 有一点比较靠近 a， 或者是说哦 I'm sick， I need rest。Rest， OK， 也是比较接近 ，是 rest， OK， 甚至有的美国人发音，他会念成 rest， 就是有点 了，所以你比较靠近 比较靠近 e 还要好 ，OK， bed rest， OK， 再给大家举一个很接近的字 ，test， OK， 考试，这个是 bed。Rest, test， 再举，想看两个例子好了，一个是头 ，head， 头 ，head， 最后 pen， 有很多人会念成 pen 就不对，如果你念，我放在那边可能录不到 ，p a n 的话是 pen 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平的盘子 ，OK 就不对了，是 pen 比较一点 pen，OK，、okay？ 有的人会有时候故意去发到这个音，接下来要讲，那这个音呢，很多人也不大好发，其实这个呢就是有一点舌头整个完全就是软掉，低就是放在那里不动的啊啊这样子发，我们的那个。语文里面没有这个音，啊，就是譬如说像
一般人就发，譬如说猫的话就是 cat。你发这个音呢，很简单，就是舌头整个，我有时候跟人家说摆烂 cat， 你就会发出这个音了 cat。啊，好像整个甚至有点麻掉的感觉去发。然后譬如说手好了 hand。双手的话就要加 s， my hands， 这样 hand， OK。那么想什么字？夸张就是吹牛 brag。哎，那大家当然知道 apple， 啊也是啊，轻松的，整个摆烂在那 apple。OK， 再来，譬如说，刚好下面有家银行。银行的话就叫 bank， bank， 哦，有点摆烂的母音 a cat hands brag apple band， band， 这个是 band 拼错 ，band 是那个摇滚乐团 ，bank， OK， bank 就是银行，下面这个是 r， 譬如说。这个我们也是发不大好，因为有人会念 o， 就是我们的那个都是怎么样的都有没有比较乌？这个是就是乌不要发出来，就是譬如说像 daughter 哦，那个女儿这个字，女儿 daughter d a u g h t e r。Daughter， 不是 daughter， 或是 daughter， 就是 r， 然后面不要再呜了。Daughter， OK。譬如说 ，I'll call you， 那个 call r， 啊，这个音标像 call， I'll call you。还有想想看什么字，譬如说，像我八月生的，就是 August。月份一定要大写的哈 ，August， A U G U S T， August 就是八月 ，August， OK。那么再来这个是这个呢是，你如果说像我们上一集讲到的 food， food 就很简单的嘛，因为我们有呜的音，但这个呢也是一样，呜。是对我们来说比较简单。那这个 food 这个像 book， b o o k， a book， book 跟 food 有什么区别呢？就是 book 它的舌头是比较轻松的， OK， 或者是说像简单的大家都会 cook， cook。OK， cook 是所以是有点快要就是跟乌之间。OK， book， cook， 不要念成 book 或是 cook， 都不对，所以是有一点点的感觉。book， cook， 这比较轻松，你的舌头比较轻松。你发 food， 你就会发现你的这边的肌肉都比较用力。food 有没有？然后这个是 book 跟 cook， 所以你没有那么呜嘛，大概是这样子。OK， 那么下哦，还有再讲到一个，像最简单的 good，it's good， 很好。那不要说 good， 只要有呜，就是这个嘴唇用力去含圆圆就不对，是 good， 所以是嘴唇没有拉那么。没有说那么紧，就是good， it's good， 所以有点像要发跟乌之间这样 ，OK， 自己多练习，也可以多来这边听听，哦，就多练习多像，就是练习以后像就很好。那么最后跟大家介绍，我们之前有讲到一个 schwa， 在语音学上叫 schwa， 就是弱化的母音就是但是它只要是在重音的单音节的时候呢，它常常就是会变成
这个音。其实很多人会，这里，哦，这里应该是录得到。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录得到。像譬如说 ，bus， 其实就是只是它只有单音节用力发，然后四声 bus， 对不对？像这个 ，run， 跑步的跑 ，run 也是 r， 然后再所以是 run， 这样 ，OK， 不要 run 就变成有点凹的音了，这是 bus run， 所以是就是的重音变成这样，哦，那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太阳快下山了 ，sun 也是的音，不是有很多有听过很多人念 sun 就是上面的上，就是 sun 有没有？欧巴 sun 的 sun 就不对，是sun， OK 是OK， 所以这个是其实就是然后 bus run。Sun， 然后最后再举简单的例子，像是 up， 它也是单音节，然后就是也是然后用力 up， sun， run， bus，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想想看，小杯子嘛， cup， 也是这个音， OK。Cup, up, sun, run, bus， 就是那么我们再给大家来复习一下。It makes kick, kill, sick. OK， 再来是 a bed, rest, test, head, hand。再来是摆烂的 a， 就是 cat, hands。Brag, apple, band, bank, okay?